来前面跑去。他叫做 Baby Song， 他是陈奕迅的歌，然后他就是写给小朋友，然后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用最天真的眼睛继续看待这个世界。但我觉得大人应该也是要这样的吧，我们应该不用因为很多现实的因素，然后就把很多事情想得很复杂。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人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。好，那我来唱。世界可以。
是来自莫蔚的《忽然之间》。
歌是来自李宗盛的《爱的代价》。
我想要多唱一首。
种二种的棉花糖，唱最后一首歌。讲一下吧。喜欢的话可以下来问一下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晚安。